虽然重阳节在上个星期刚过，但是台大医院金三分院今天上午在金山区中山堂举办一场重阳趣味活动，加上配合这个月的国际安宁日，一开始就有医师来进行一场居家安宁照护的讲座。此外，院方还特别准备了乒乓球传递的趣味活动，不仅是让长者玩乐，也一起展现出合作精神，每一位阿公阿嬷都超开心。讲座给你啊，真好，我阮早都拢已经签啊。哦，你拢签啊，我拢就支持。你拢签啊。今日来遮算迄趣味的，啊，搁有运动安尼啦。哎，对对对，很好。哎呀，反正真好。可以互动互动啊，人可以认识啊。平常不认识，平常没有在一起。对，现在看到了，很高兴的。啊，你有听到安宁讲座那个吗？啊，这个很好，我们签过了。我老早就签过了。长者表示，他们大家都有签居家安宁预立的同意书，并且表示这样不给家人负担，而且让自己安稳的离开是最好的方式。此外，为了让在座的阿公阿嬷都能够活得健康，还有老师在台上教大家健康操。我们会有这个健康操以及老人引发趣味竞赛。希望在他们的节日，我们能够啊，台大金山分院能让地区的老人带来更多的快乐，也希望结合世界安宁日，将啊金山地区做安宁的这个事情能够更加扎根，更加让这些老人家是最幸福的。金山医院表示，原本这一场活动是要在重阳节前举办，不过当时在九月底的时候遇上了台风天，所以才会延期到今天。虽然是延期，不过长者依然相当踊跃，不仅是一起来支持安宁照护，也借此参与了一场趣味的活动，丰富他们的生活。记者许端毅，金山采访报道。